贺喜大人，贺喜大人，贺喜之有啊！太后懿旨到，宣召白石接旨。 京阳布场乃新党无责行起，地方奉行不善，形成骚扰，着令禁止。请问，这是谁的命令？上面的命令。啊，京阳布场被封，我们总算是了了一个心腹之患呀。赵白石被重新启用是王爷的意思吧？ 应该是吧。他之前被新党弹劾，但现在却因祸得福。太后这回应该更看重王爷了吧？王爷憋屈了两三年了，这回也该扬眉吐气。太后下旨，称前萧校之徒，窃变法之说。 为山乱之谋，也将严拿惩治，以恶横流。变法成了山乱，已经有六个人头落地，其他同党还在通缉之中，其中就包括吴泽。那吴泽现在在哪儿？我不知道，应该还活着吧。有人密报。 说泾阳布场乃是吴泽在陕西树立的变法典范，作为变法余孽，当该清楚，所以才有封门之变。那我真是两面不是人了。吴泽搞变法的时候，说我们沽名钓誉，对变法阳奉阴违，现在变法失败，我们却成了变法余孽了。吴泽当真这么说过？他还打算写信给皇上的奏折里，就因为这事儿。 二叔才犯的病，如果真有此举，泾阳布场也许还有希望。大哥，你打算？我打算以搜捕为名，查封吴泽寓所。但是，吴泽不会有什么问题吧？现在还很难说。如果你有吴泽的消息。 立刻通知我。此事非同儿戏。少奶奶，少奶奶。 全输了。